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看一看，这是活的墨鱼。赶海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是第一次见活的墨鱼。你们有没有见过的？见过的扣个一，没见过的扣个二。喜欢的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看我带你们直播赶海喽！来吧，兄弟姐妹们啊！赶海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成王洞啊，太开心了，太激动了啊！还给你们请了个安，呵呵呵啊！哎，我的妈，出货了啊，出货了！我的妈的，这个好大！第一次见过这么大成王的，扣个一啊！这安都请了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？观众们，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条多宝鱼是海里边的隐藏大师啊！你一眨眼的功夫，你再想看到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它经常在沙滩游荡，所以形成了沙滩的保护色，跟沙滩长得一个颜色的啊！人家有的老铁一进来就给双击了啊，有的不锈钢他就是不给。就是不给给关注吧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太幸运了，太幸运了啊！由于大潮的原因啊，看看海边现在挂了一条啥，我的个妈的，一条巨型的大海带，几十年的老渔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啊。如果你们也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海带啊，请你们自觉的留下双击关注好不好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我手里边这是两只活体的海马，一个雄性的，一个雌性的啊。它是非常疼爱它的雌性伴侣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啊，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雄性繁衍后代的生物，不让自己的老婆受一点点委屈。别的作品都可以不给双击，咱就给这对海马给个双击关注。